我小时候那时候大部分我的印象都是点煤油灯啊，点蜡烛，在那个年代哦，灯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很深刻。哦，有点太好用。即马若无电，我想可能袂用个呀。以前金门就是没有电哦。1955年的时候，建中弄讲工为了要提升这个金门的生活水准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只是电力公司开发金门的电力。1988年10月8号，登登台风登陆金门，台湾9个区处239个技术人员，重装备连车带工具专船从台湾运到金门来，经过2个月的抢修，主要的一些疏干电线才完成。不管是运转人员或者是维护人员，都兢兢业业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像我们今天能够这么方便的用电，我们真的非常感激这些帮我们发电的这些幕后英雄。如果说金门的这乡亲如果大家都可以省一些电的话，就可以让塔山可以安然度过明年或后年的系统危机。